大家好，今天 follow 的小崽子满月了啊！今天我们称一下这些狗大概都有多重，称就在这边。顺便粉丝老爷们也看看你们的狗有多重了啊！现在归零了啊，二，下面就显示的是市斤。来，咩咩，这是咩咩，咩咩3斤半。3斤半，咩咩啊，这个是哪个？哦，这是卡奎，卡奎是3斤4两。哎，卡奎，3斤4两。哎呀，小海盗，哎，这个怎么自己出来了？这是哪个？哦，这是剩下那两个，也是3斤4两，十五是个头最小的，十五个头最小，2斤8两。来数，小海盗，小海盗，小海盗不要乱跑，小海盗是3斤1两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。然后波比，来波比，波比是3斤3两，3斤4两上。哎呀，最后是飞卡，来吧，卡卡，卡卡3斤9两，飞卡果然很肥呀、啊！哎呦呦，哎呦呦，进去，现在都吃食都吃得很好了，我把食就放里边，让他们自由采食。啊，去，然后方了最近又胖了，方了上来，哎，好，小狗气了。赶紧开饭，开饭，开饭！吃奶！好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。